大家好啊，我是阿贝。之前我们测过啊，用手雷、汽油桶和敌人同归于尽，以及游戏里面啊，两辆车相撞爆炸同归于尽，谁会取得胜利？这回我们接着测同归于尽的话题，载具爆炸让所有玩家都被淘汰，谁会取得胜利呢？所有玩家跳在 P 城先找车，本局有十一个人，要爆炸能淘汰十一个人的，那起码得是一辆四轮车。哎，这个玛莎拉蒂就挺好的，我先把车挪出去。请点一下人数，现在场上十一个人，万一漏了一两个人没到齐，这次就白费，心态就裂开了。刚好十一人，可以开始了。载具爆炸炸死了所有人，在这种同归于尽的情况下，系统判定是击毁载具的玩家获胜，并且锁住了开枪玩家的血量。感谢帮忙测试的小伙伴们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